雌雄，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谢谢大家，我们先让下任委员跟总统来参拜。好，感谢各位，我们韩总统到我们内湖贵职宫。啊，现在我们要来参拜我们贵职宫的福德人。好、哦，那我们现在请各我们大家就坐，一样用手举拜。我们请韩总统就位，我们的立法委员李彦秀就位，我们贵职宫的许主委就位，然后再来请我们的荣誉主委哦，罗振中罗主委就位，请我们内湖区党部的苏主委请就位，其他我们议员就来陪拜的哈，陪来参拜的，我们一起站在旁边，因为这边的位置哈，来，请上香。哎，我们先向厅公参拜，大家请向后转，好不好？厅公参拜，我们向后转。来，参拜开始，一拜，再拜。三拜，吉祥。介绍美食，然后讲话，来，我们一样向天公，先一样向天公楼拜一下。我们转身，天公楼来拜，感恩，请韩总统。我们到贵族宫的前台，我们请何总统一位来，不一样。对，来，喂，我们一样哦，那请。喂，好，我们开始，来，上香，请上香者，来，立法委员李彦秀，我们来开始参拜，一拜，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再拜。台湾安全，人民发大财，三拜。我们祝我们的韩总统、立法委员李彦秀高票当选，福德政神到这去保佑。我们一祝韩总统及立法委员李彦秀当选成功，拜。请吉祥。来，我们双手再拜。李晨，谢谢大家，谢谢韩总统莅临我们内湖。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好，先请我们总统，我们的韩总统，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彦秀走向我们的讲台，谢谢。那我们的我们的市议员，我们的市党部主委，我们后援会的会长，请到我们的台前。我们的各位贵宾也非常开心，但是我们请我们。
来，我们的画面才会比较好看，好吗？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韩国瑜，我们的总统参选人，我们的韩国瑜先致辞。好吗？韩市长有情有义哦，但是我大家来到现场，其实是要听他讲话。在选战打到最后54天，很少有总统候选人会特地安排行程，想要接近每一个支持的好朋友，所以我把时间留给他。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韩市长、韩总统、韩国瑜。都帅。韩国瑜。都帅。韩国瑜，韩国瑜，韩国瑜。都帅，都帅，都帅。哇，谢谢严秀，这谁都想听美女讲话，不想听美帅。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哇，今天看到好多老朋友，又看到好多新朋友，又看到热爱我们严秀立法委这么多乡亲，真的好高兴，好高兴。大家晚安，大家好。特别谢谢我们内湖区最棒的立法委员，我们严秀立委员。然后遇到立法院两位老同事，我离开立法院18年前，他满头黑发，今天我看到他，我吓一跳。我也遇到以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来的。我们李友齐李委员，你看看，还有我们最热爱中华民国，我们前达前委员来了，我真的吓一跳。还有国大代表黄文俊也来了，还有我们虎哥啊，周锡伟周县长也来了。啊，还有我们左边一对神雕侠侣啊，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跟李明贤啊。还有一位，他一直急着戳我的背啊！我们台北市议员吴世正吴议员，不要紧张。还有我们最可爱、最善良、最纯真，然后做市党部主委啊，永远跟民众在一起啊！我们黄宇主委，我每次看到黄宇主委，我都很羡慕他的腰，我觉得他腰好细啊！哇，他戳我的腰哦！谢谢黄宇主委。各位好朋友，各位支持李彦秀的所有的乡亲，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今天到内湖参拜贵族宫，拜神界最小最小最小的土地公，天上玉皇大帝最大，神界最小土地公，但是跟人民是这么的接近。请听我们基门的基民所有的居民的声音，然后苦民所苦。社会人间政界最大是总统，最小是里长，神界最大是玉皇大帝，最小是土地公。结果今天到了内湖参拜我们土地公，我想玉皇大帝、土地公、总统、里长都是一个工作、一个目标、一个责任，让我们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好日子。所以给你来内湖家李彦秀立法人家，我是感慨很多。因为李彦秀委员在台北市议会问政以及选民服务就是一马当先，他只要能够为选民怕表的事情，他从来不落后。而且在台北市议会以前，李彦秀议员的时候表现大家都怎样，讲出去的话，为人民所做的质询，都是反映我们内湖区南港区所有居民的需求。民意代表三把刀，李彦秀委员表现得真的可圈可点，一个质询刀为民谋生，一个预算刀帮人民看紧荷包，一个法律刀帮监督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所以李彦秀委员代表我们内湖南港，大家都知道有口皆碑，没有话讲。所以今天来到内湖，一起来帮李彦秀委员，我们一起来联手来向乡亲来报告，来向乡亲恳托，就是拜托优质的立法委员一定要请大家全力支持。2020年，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它绝对不是一般民主国家的选举。2020年，如果我们过去3年半的状况改变不了，他就不是换一个政府，连我们中华民国都会风雨飘摇。
今天2019年中华民国的处境，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中共，中国共产党日以继夜想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中华民国。内部台独的力量，小刀锯大树，一刀一刀的割，从文化割，从年轻人的思想在割，一点一滴的往台独方向迈进。所以中华民国真的是风雨飘摇。若今天我们是选台北市议员、选里长，我就不需要讲这些。但是2020年，我们选的是总统跟立法委员，所以不光是要帮台湾人民、台湾人民拼经济、拼经济赚钱之外，我们更重要肩膀上的责任是要维护好中华民国的主权，对不对？对。这就是2020年总统、立法委员选举的重要。很多人认为投完票之后，4年之后会细干干过来供，错。过去3年半，民进党我们给了他100%的授权，台湾人民期待他改变，总统给他做，立法院给他过半，整整3年半。大家想一想看，这3年半我们当前的处境困难无比。我这一趟从屏东、高雄、台南、嘉义、云林、南投、苗栗、新竹、基隆、新北，今天到台北市，再加一个澎湖。各位，我们内湖乡亲、南港乡亲，辛苦的人太多太多，好多好多的座谈会，好多好多跟我握着手的时候，那个眼神充满着期待。另外，好多发言，好多跟我倾吐的时候，我可以强烈感受到广大的台湾人民。8个字，担心现在，害怕未来。怎么回事？3年半的执政怎么会变这样子？就是变这样。外交走不出去了，我们外交已经没有办法，所有国际组织我们过去可以参加的一个都参加不了。3年半断交7个国家，未来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外交越来越困难。民进党政府大声疾呼西南向政策，撒了700亿、上千亿，一事无成，白花花的钱丢到水里去了。我的内人李嘉芬今天在柬埔寨，前几天拜访了菲律宾、越南、台商，告诉他整个西南向政策完全没有感受到政府在照顾台商，零。我们海峡两岸要继续僵持下去吗？所有的沟通全部断掉。我说美国跟苏联2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用核子弹对着瞄准对方，他还有个热线从白宫通克里姆林宫，随时可以沟通。现在海峡两岸没有办法沟通。再看台湾内部，民心纷扰不已，经济衰退萧条，教育课纲一改，家长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资方劳方一立一休，卡着劳方的肚子，卡了资方的脖子，劳资双方叫苦连天。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不了解，搞不懂。我们给民进党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好好表现，让我们老百姓过得快乐呢？是不是民进党天生执政就有一个不变的信念，不希望台湾人民过好日子？我都搞糊涂了，这么好的授权，你们这些人在上面吃香喝辣，民进党在那里贪污腐败，像匈奴一样掠夺，抢了就跑，然后呢？然后呢？我到底为什么？我搞不懂哎。高雄市民进党执政了20年，负债3300亿，全国第一，到底得到什么？所以我说，玉皇大帝、土地公、总统、里长，都只有一个目标，让台湾人民能过好日子，不然我对不对？韩国瑜！今天来内湖南港，看到我们热情洋溢，而且贴近基层。为选民一马当先李彦秀，我心里有很多感慨。
真的，我们迫切需要优质认真的立法委员继续留在立法院帮我们来打拼。2020年的选举绝对是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各位内湖南港乡亲万万开不得玩笑，我们有这个责任领导这个国家。如果选民托付给我，过去国民党执政多年，到了最后忘记了人民，没有办法贴近人民，也没有办法苦民所苦，执政被选民唾弃，所以国民党摔下来滑倒了，变成在野。未来我在李彦秀以及我们贵族公土地公生前，我跟大家保证，如果今天韩国瑜能赢得总统大选，李彦秀能得到立法委的选举过关，我们一定会贴近民意。我们知道，我们非常了解台湾人民愿意再给国民党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够努力全力以赴为人民做牛做马，好好为人民来打拼，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下一代年轻人大力培养，没有办法充实经济办好教育，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好台湾的弱势，未来4年我们一定会被选民唾弃。我们非常清楚，如果大家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会用最谦恭的态度，最热情的态度，一定贴近民意，我们好好来做。未来政治台湾人民民主，民主是主人，所有广大台湾人民绝对不被政党控制。好，好不好？好。所有台湾人民脑袋越来越聪明，哪一个执政党给人民幸福快乐富足安康，我们就会投这个执政党，对不对？对。所以拜托内湖南港乡亲，不要对外面这些讲李彦秀有的没的不要被影响。在选举的过程，我们要知道李彦秀这么多年在政坛走来，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真的是热情的爱护他自己的选民，而且将来在中央一定会强力捍卫我们的国家，然后加大力度来建设台北市跟内湖南港，是一个最优质的立法委员。就像我，大家选韩国瑜绝对不是选一个秃头的，对不对？大家都希望这个秃头能做点事，对不对？我们李彦秀集才貌、美丽、认真、勤劳，又一个善良的心于一身。李彦秀、韩国瑜，拜托大家，谢谢。15个县市，等于是全台湾走了一大圈，大家说对不对？
谢谢。好，现在我们总统请留步，我们要致赠我们的吉祥物，我们贵族宫是400年历史的土地公庙，这是我们的炉主，我们的许炉主，要祝我们总统包您高中。委员往你们的左手边过来，我们现在要来尝试我们737巷的美食，也请我们在场的所有伙伴等一下到我们737夜市来消费，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请总统跟我们的委员来，我们第一样介绍的东西呢，来，我们第一样介绍的东西是我们的御品圆汤包，有吃过的请拍手，好不好吃？好，是我们的御品圆汤包。再来是我们的猪大郎猪血糕，有没有很大只啊？有，超大只，没有看过，所有的夜市最大只的猪血糕就在我们的737夜市。接下来我们再来试吃的是我们的我们的大成纪念店，非常有名，在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红烧肉，还有我们的炸三鲜，有吃过的请拍手。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当归鸭面线，我们的小头鸡午饭，慢慢吃，我们这个737美食真是不得了哦。这个好吃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议员频频点头了哈。那还有我们的卫理长，我们当地的这个里长刚刚说就是我们的土地公了哈。我相信呢，我们737的美食他也非常的理解哦。来，我们的市长跟主委来吃一个。来，虎哥，虎哥有没有吃到？来。我们后援会的会长也来吃一下，不过我们跟会长天天都在吃了哦。哎，我们的汤包真的是非常棒哦。对，我想我们的韩国瑜就是接地气，就是我们的庶民总统，所以呢，他会来跟我们的人民接近，我们的夜市小吃呢，他也会觉得非常的棒。总统跟您报告，这个鸡卤饭的这个卤肉饭啊，可能是您吃过最好吃的哦。有没有吃到卤肉饭啊，总统？韩总统觉得哪一样最好吃呢？哪一样最好吃？只要是小吃都很好吃，重要是现在人民连小吃哦消费都降低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韩市长特别来到内湖，我们的最在地的土地公庙前面就是我们737夜市。市长吃完之后他说好吃，要拜托大家去消费737。来，谢谢啊，谢谢大家。庶民经济、庶民小吃就是最贴近人民的。那因为年改之后，很多军工要取消，退休了也不敢花钱，再加很多观光客现在急剧的萎缩，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经济消费市场从南到北都在萧条，所以大家能够多多捧场，多多到我们夜市，然后呢来享受跟消费，既然也可以让我们消费者开心，也可以让我们摊商们能够开心，好不好？拜托大家，谢谢韩总统，谢谢。然后跟我们来到我们737去消费，我们今天从街头到街尾全部都是好吃的小吃哦，这几家是我们的代表而已哦，还有更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整条街都是好吃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喊口号，但是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韩总统来帮我们发财经，但是等一下哦，我们的民众，我们的伙伴，先往我们的帐篷方向移动，请往我们帐篷方向移动。
也欢迎我们今天所有来七三七四四的好朋友，今天晚上吃的白白胖胖，好不好？好，我们的伙伴前往我们的帐篷方向移动，然后才能排队。我们先陆陆续续才能够排队，好不好？大家答应有答应，我要当乖宝宝，对不对？还没有排好队，我们就没有要发发财金哦。请我们的伙伴先到后面排好队，请我们的伙伴往帐篷方向移动，请我们的伙伴往帐篷方向移动，请我们的志工来做引导，请我们的志工来做引导。如果还没有排好队，我们就不开始发放哦，好不好？好，请往那边方向排队，没有排队的我们就不发放了哟，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国语，来，国语，共帅，国语，国语，来，国语，共帅，共帅，共帅，李元秀，共帅，李元秀，共帅，元秀，元秀，李元秀，共帅，共帅，共帅。来，请大家。请大家乖乖依序排队，让我们每一个伙伴都有机会拿到总统亲自发放的发财金。大家一开始有答应我要做乖宝宝哦，有答应哦，所以大家依序乖乖排队，大家依序乖乖排队，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拿到我们总统亲自发放的发财金。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媒体好朋友都还在拍摄哦，所以我们的好伙伴一定要排好队，不然我们的画面看起来会非常凌乱，这是不好的哦，好不好？我们依序来领我们的发财金，大家呢，我们的贵族工、我们的贝工呢，会来保佑大家家庭和乐，人人平安健康。请大家依照我们志工还有我们文安的指示的方向哦，依序的来跟我们总统领取发财，用我们自百年贵族工的发财金来保佑大家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大家发大财，好不好？好。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典范，都让我们媒体拍到最好的画面，依序排队来把我们总统亲自颁发给大家的发财金，祝福大家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最重要让台湾发大财，好不好？好。来，韩国瑜。韩国瑜。韩国瑜。国瑜，国瑜，国瑜。我们的伙伴没有领到发财金的呢，没有关系。我们在新春的时候，我们的贵族工呢会再来准备一次发财金，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还会再发一次我们的发财金，好。Yeah.
来，谢谢我们各位伙伴依序来排队哈，我们一个一个拿到我们总统的发财金。好，各位白大伙伴，请依照我们委员的指示离开哈。那我们待会还要去七三七吃东西，对不对？夜市，虽然我们的夜市呢没有很长，我们的距离并没有很长，夜市也没有很大，但是呢，我们七三七有规划有管理，我们的整洁度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商业的联合会里面呢，我们的七三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型夜市，所以呢，我们的网络上也非常的红哦，所以很多人都是来别的地方来吃我们的小吃哦。虽然我们都比较知道的可能有宁夏夜市啊，有什么台沙夜市啊，但是呢我们的七三七夜市呢相较起来哦，是非常的干净的哈，东西也都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平价。那在这里呢邀请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就来我们七三七夜市呢来消费。各位伙伴，限量是财库的，我们今天只有准备500份发财金，大家欢迎之后大家新年过来我们贵族宫参香，我们贵族宫会准备发财金给大家，因为我们韩总统后面还要赶到我们万安委员的行程哈，继续也帮蒋万安加油，所以我们今天发财金的量是有限量的，如果没有拿到的朋友可能我们要等下一次，好，我们等下一次新年的时候哈，再来我们贵族宫这边来领取，感谢大家。不要急，大家留意秩序，不要推挤，好不好？刚刚真的有答应我要当乖宝宝的，大家不要推挤，好不好？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不好？然后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发财金，因为总统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是有限量的。那如果没有拿到的朋友，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再过来我们贵族宫这边来领取。那如果已经拿到了，我想我们就依照我们的贡献离开会场。谢谢大家，也让我们总统有接下来的下一个行程，让总统能够跑下一个行程，继续去帮我们委员加油哈。我们稍微稍微步骤，我们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慢慢来，不要推挤，不要推挤，请依照我们志工以及我们委员人员的指示，不要推挤，拜托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大约有还有50份，剩下大约还有50份，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哈。那如果没有拿到的，我们就是，我们没有拿到发财金的呢，排队也可以跟我们的总统联络。后面提物件要注意啊！都有年岁的人。人龙哦，那没有关系，等一下。
跟好朋友在派对，可是呢我都没有通知给他们，觉得有一点内疚。还要帮忙扶我，真的是慢机慢走，拜托一下，不要急好不好，慢慢来哦，都已经排到这边了就可以了好不好，慢慢来，不要急，安全比较重要好不好，小心安全好不好。杨哥你也来排啊，哎呀我们掉下来了，真的，我这样子看那个我们大家排队的好朋友，真的很多都是好我们的这个伙伴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非常有秩序，非常有秩序哈、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努力的在配合我们，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贵族宫虽然很小，但是我们是400年历史的一个土地公庙，我们的这个土地公爷爷啊非常的灵验，非常的灵验，我们这里呢求什么就会得什么哦，那包括我们的里长哦，他要选举都要来寡龟哦，一寡龟说他会中他就上了哟哦，所以呢各位我们在新春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呢到我们的贵族桌，就到我们的贵族桌来参香好、哦、谢谢大家。各位我们港湖地区的乡亲，我们的贵族宫今天来了一位贵客，因为我们400多年来玉皇大帝来过无数次，就是没有真正的中华民国的总统来到我们贵族宫，所以我们总统来到贵族宫我们就会平安富贵，大家说对不对？今天我们的韩总统来，本来天气很好，结果呢突然下了一点雨，正所谓的我们叫做护火狼，哪个咱的贵宾呢？大家讲对不对？所以咱大家拢有护火对不对？支持咱的韩国瑜，咱大家拢做护火狼好唔好？也跟我们在附近的居民呢说声
抱歉，如果我们麦克风的声音或者是我们的音响声音音乐声音有吵到您的安宁，在这里跟你说声对不起，谢谢大家的配合，感恩，谢谢谢谢。那贵族宫这边的直播到这边结束啊，谢谢各位，拜拜。